就是我们冷气太厉害。对，你这台压缩机是最大台的，一对三就只有你一个房间在用而已。哦，难怪它这么冰，那个都冰到快坏掉了。所以你要风速开，你可以去搬去阿妈房间，你就风速开最强啊，这样子啊。好啊，啊开一台开。